到后列是 T531次哦，我是刚换的车长的 FIC 年5月17号瑞邦站哦，18点45分，出发的是176B次哦的列车，以及181次 B1139。181次，欢迎八德交三号屏东的 PPE1039，跟大家看一下后端机车头的那个数字的，那也是六分。关闭车门，181次哦。对，不然关闭车门都没事。你要过去吗？我把花莲当我家厨房，你觉得可以吗？可以。你有这样玩过？上我去你家玩。我拍照你现在当我家。这样反而花莲比较方便。那我去你家玩。410过去，439回来。你要请我吃饭。吃鲜油火锅。Okay. 花莲吗？你有吃过吗？你有吃过吗？都没有啊。还是台中牛排馆？都没吃过。你要请我吃，他都没吃过。然后说你要带我去台中港。台中港。听说不下船了。听说吵架了。吵架？对啊，台中港不爽给台铁。站啊！那怎么办？全部塞到花莲港死定了。基隆港。基隆港不可能啊！火车12节怎么拖？基隆港。对。而且。05-706-1234，北湖发车就沿线港输啊！我在438要来了，在他屁股后面，在他屁股，跟我讲，好，再见，拜拜。